Vete.这个手嘛要带你，搁几啊只呢？你看，两只，这里。对，伊阁有买呢，阁有买了，这到底是啥事啊？我现在到底真毋知这是啥事啊？对遐清诶。鞭毛虫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。靠腰嘞，那开好这个换掉别种物件，好笑真正。我对这个，我这个这，那这个到底是什么虫？来哦！啥事啊？不要吃啊！吃，这个吃，这吃个清，到底啥事啊？伊有两个头上头啦，还佮后壁有尾啦，有鞭毛啦，到底是啥事啊？你无穿哦，我你看。我也游泳，你知道？蛮小呢，这唔知甲鱼仔教无？啊，我着看到几啊只，足侪只，歹，这个。这个细只，啊，这边啊嘛都有啊，怪小，歹小，这好像是搁拄着困难啊哦，加一点，往这边放大，这边好几只。翕袂到，这么诶，这一个会跳，它会跳，跳头前，啊，这，哇，你看，那是上过歹入去啊，伫遮，这到底是啥事啊？你看，哇，走足紧了无？
那这么是白点变嘛？这都偌大，都偌大只？哦，这大只。哦，这这只无共，这只袂动的。好，迄伊可能腌卵嘞，腌卵啦，啊只，真歹呢，大个。歹呢。我不会打架，架打的，架打的这个。这个会动的，这个怕有，不接。刚才那只虫的那。迄几十分钟咧，歹了，这虫咧到底要安怎？哦，这只会动诶，这只会动诶，有啊，伊后边两只脚伫遐踢咧踢咧，伊会踢啊。反正啊，这敢若毋是啥物好物啊。有一种不祥的预兆。喔喔喔，你到底啥事啊？头前有两支触角，后壁嘛有两支脚伫遐咧踢咧踢咧，真歹笑呢！变毛虫呢？歹笑哦！歹笑，歹笑。